哎，老姐，来一个葱姜蒜炸锅。啊，看没有，煎火的大爆头，倒进去，再来上大袋子。来点生抽，提提鲜，本身就鲜哈。来点料酒，继续煎啊。来上生命之泉，好好，没有给双击的，给个双击吧，给就给一个吧啊！下个视频开灶，来了，呵呵，满满的一小锅哈、啊，看看哟，这个盲眼螺，看看哟，比我眼睛还小，嘿嘿，来一个，这个盲眼螺啊，盲眼螺是这样吃的，来上一个90度的旋转啊，看没有，这个黄特别香，特别好吃，嗯。太好吃了，还有双击吗？给一个吧，嘿嘿，嗯，给一个吧哈，支持一下。来了，嘿嘿，今天啊，有很多粉丝，有很多老铁啊，私信我说他不会吃海螺啊，我现在教你一下啊，看没有，这个海螺啊拿过来啊，要把这个盖去掉，嘿嘿，这个盖是不可以吃的，要去掉的啊，再来上一个，再来上一根筷子，或者是一只木棒啊，塞进去，看没有？再来上366度的旋转，看没有？完好无损，嘿嘿。吃海螺啊，要把海螺的苦胆去掉的啊，海螺的苦胆去掉，再啊，这个海螺的肝啊，要这样的去。海螺的肝要把它挤掉，给个双击呗，学会了吗？给个双击，给一个吧，支持一下。来了，哈哈，看到没？满满的一大锅啊！今天来一个生蚝啊，半斤一个的大生蚝，哈哈。看看这么肥啊，小胖子，生蚝啊，我们要吃原汁原味的啊。看看，我们也不吃芥末啊，嗯。太香了，还有双击吗？给个双击吧，给一个吧啊，支持一下渔民，嘿嘿，来了，哈哈，哎呦，一锅好的哈，看看，吃一个，这叫啥？这叫港湾贝啊，看没有，这么大的壳，这么小的肉，嘿嘿，这海上面的胃也可以吃的啊，嗯，太鲜了。还有一个，这个港湾贝啊，肉就这么大啊，嗯，有双击吗？给个双击呗，支持一下。来了，哈哈，看看，来一个啊，大海虹，哎呦，大海虹啊，这个海虹的生命线要不吃的，生命线要去掉，嗯，这个生命线，嗯，看没有？喜欢了吗？给个双击呗，支持一下。来了，哈哈，满满的一锅哈、啊。今天教你们吃海螺啊，看看这个海螺的盖要去掉啊。哎呀，盖也不吃要去掉。再来上，用这个筷子来上一个365度的旋转。哎呀，看看这个黄，哈哈。吃海螺啊，首先要把这个黄要去掉的啊。嗯，这个黄不吃要去掉啊，嗯，再把这个海螺的肝要去掉，这是海螺的肝不吃要去掉的啊，还有双击吗？给一个吧，支持一下渔民。看没有，八爪鱼的腿啊。嗯，太好吃了，还有双击吗？给个双击呗，支持一下，给一个吧啊，来了，哈哈，
呦，满满一锅海鲜啊，嘿嘿，来上，看没有，老鸭的生蚝怎么样？挺肥吧，嘿嘿。太鲜了，老铁还有想吃生蚝的吗？给我点个双击呗，点个关注呗，关注我，叫你们吃海鲜，嘿嘿，来啦，哈哈，看见没有，大长腿爆头来了，嘿嘿，这是渔民的最爱，看没有，蘸上秘制的辣椒油，来一口，太香了，老铁还有双击吗？给个双击呗，支持一下，有时间来我家做客啊，来喽，看没有，大五星，海五星啊，来，我们看看，海五星这样吃，嘿嘿，肥不肥？看没有，这么肥，太好吃了。满满的籽，还有双击了吗？给个双击呗，支持一下渔民，嘿嘿，嘿嘿嘿嘿，看没有，这叫啥？这叫，我跟你说哈，这叫香螺，我们也叫它毛眼螺，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呀？叫沙螺，我们连云港的土盐哈，叫沙乌螺，知不知道？太香了，可好吃了，你们吃过吗？嘿嘿嘿嘿，哈哈，满满的一锅大海螺，看没有，嘿嘿，这个毛眼螺啊，看没有，哎，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，哈哈，看没有，这个大生蚝，哎呀，肥不肥？哈哈，这么大呀！哎，哪里的生蚝呀？哎，想不想吃啊？想吃的话，点个双击呗，点个关注。嘿嘿嘿嘿嘿嘿，来一个港湾贝，看没有，这么大的壳，这么小的肉，太好吃了，还有双击吗？给一个吧哈。Hello， 嘿嘿，来一个啊，大五星啊，大五星，教你们怎么吃啊，看看。哎呀，这样吃对不对？再来一个这样吃对不对？吃里面这个籽啊，太好吃了。还有双击吗？给个双击呗，支持一下啊！你们知道怎么吃了吗？都学会了吧？给个双击吧哈！